我们啊，街角组的，我们只放一架啊。如果这是等一下，我们的本角组可以放两架，同时两架拉进来打。街角组只放一架。我们这是徒手打天下吗？对战美式装备还这么猛？把腿回来，你这。我们十一号来自昆明啊，老三，老板的十一号赛牛。侠当呢，标准的我们这个，虽然过都没人。好，再次感谢组委会给在场两位的这两头赛牛，每头再送出50元的奖励。衷心的感谢组委会。好，牛主，请速度过来领奖。那不再多了，一两个，他反正两三，两个，因为我知道这个人。哎，我不能这么好吃。水神弄好多了，水神。等一下，直播能摆着了。安排还会出征。好，十一号再找机会。还要干回马枪。我们十一号啊。
上次在平边斗牛场的战绩也是相当的优异，今天的表现也是特别的好。我两个是几个人，你看最机会多吗？好，我们的十一号今天已经十大九不输，他只是输在了力气上。我们的四十号赛牛获胜，他是获在了他徒手打停下，徒脚打停下，应该这么说。恭喜四十号获胜。